素柔。自打道队长把她带来的那刻起，我就打心眼里喜欢她。但是那个一无是处的道无锡，仗着自己和她是青梅竹马，就到处炫耀素柔是他未来的媳妇儿。可见我那美丽又善良的素柔会有多伤心。所以我特意去杂货店预定了一个漂亮的鸟笼，用来排遣他的寂寥。你也知道，如果想在市场上弄到一个好东西，那肯定要击败好几个竞争者，并给出最高的价钱才可以。拍卖价越来越高，到最后我只好豁出去了，把我全部的家当都拿了出来。终于我买下了那个鸟笼，所以现在只要等着他们送过来就可以了。可偏偏现在就是素柔放飞小鸟的时间。物流管理员就在客栈右边。就是那个道队长家里的客人吧，道队长上次从海里救回来的那个人。现在消息可都传开了，你别看我不起眼，我可是这一带的百事通，这个村子里没有哪个消息是我不知道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可不能再耽搁了，我得给胡爷那小伙子送蟹肉粥过去。哎呀，你会看地图吗？你这个人怎么连地图都不会看呢？让我来教你怎么看地图吧。首先，按逗号键可以放大或缩小地图。觉得地图太大呢，就缩小一点；觉得小地图看着不爽呢，就再放大一点。按 N 键可以使地图显得更清楚，或者变得透明。好了，你来将地图缩小或者放大看看吧，按逗号键就行了。你来试试吧，只要按逗号键就能缩小或者放大地图。如果你经常要到外面去，请看看我卖的东西，虽然东西不多，但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。慢走，客官。
去、哎、收到了新信件哦，请在任务快捷栏中点击标题。做得好，你要是早知道那该多方便啊，看你那感激不尽的样子，那你就帮我一个忙吧。上次冲脚团来偷袭，搞得我们现在只剩一半的粮食了，哦，我们那可怜的胡言该怎么办呢？所以我特意给他熬了点蟹肉粥，我原本是想亲手交给他的。瞧我这记性，让我告诉你找到胡言的方法吧。你知道按J键可以打开任务窗口吗？打开任务窗口，选择要找的任务之后，点击位置追踪，这样就可以找到胡言了。用位置追踪功能找到胡言，把这碗蟹肉粥趁热送过去吧，这事儿就拜托你了，别忘了位置追踪哦。按下J键打开任务窗口后，点击位置追踪就可以了。尽管放心，把东西交给我们吧，我们是十分重视信誉关系的。该物品不能保管，该物品不能保管。快去快回，路上小心。请问你是来买东西的吗？那还不快点把钱留下。我服了他了，他为了那个什么破鸟笼，居然把传家宝拿出来卖了。我就不应该把那个宝贝放在那家伙的仓库里的。唉，恒志年轻可以理解，但神龙工商不应该把东西交给他呀。他们同时经营仓库和拍卖行，也难怪恒志会想起来要从仓库里拿东西出来拍卖啊。
收到了新信件哦，请在任务快捷栏中点击标题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哦，这不是柳妈的蟹肉粥吗？太谢谢你了，我从早上就饿着肚子，都快没力气了。我得和金元一起分着吃，你应该也饿了吧？一块来吃吧，谢谢了。还有，这是竹林村村民的推荐函，你为村民做了好事，以此表达我们的谢意。多亏了大侠，我现在浑身充满力量。你现在无法使用。
你来了，我刚才在想些事情，没看见你。那个，你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我儿子？我有急事要找村长，可他刚好出门去了，所以想派吴希去找找村长，可这家伙不知道去哪里了。真的吗？王者森林可不像竹林海岸那么安全。我不是小看你的武功，只是你大病初愈，不宜过劳啊。啊，这是，这些村民都很感激你，你帮了他们不少忙啊。好吧，出了村子就能看见王者森林，你去那里打听一下村长的去向吧。哦，等等，你一旦离开了村庄，就很难见到物流管理员了，所以最好在出发之前带个大一点的包裹。按 I 键打开包裹界面，你会看到一个扩展包裹的按钮，按下之后你的包裹就会变大，但这个操作是需要花费一定费用的，估计你现在也没那么多盘缠。我先给你一点钱，你去试试吧。做得好，你要把刚才的动作记牢，等下次包裹不够用时再用这个方法扩展就可以了。只是每扩展一次所需要的费用就会更多，不要忘了这一点。我想你已经准备就绪了，那就上路吧。王者森林的入口就在村子北边。那里有一座竹林卫岗哨，你把这那就拜托你了。要想让恒志这种不懂事的孩子长大，竹林卫是最好的选择了。刚好王者森林的竹林卫正在招募新人，还好物流管理员只在竹林村或者绿民村这种大村庄出没，到时候恒志想卖也没地方卖了。你能去王者森林找一个叫莫言道的人吗？你就跟他说我家恒志十分想加入竹林卫，顺便把这个礼物也送给他吧。其实我也可以找物流管理员帮我把这礼物快递过去，但我不会让他们这种没心没肺的家伙赚取我的手续费的。你一定要帮我把话带给莫言道啊。那就拜托你了。
少侠是队长的同门吧？久仰久仰，一直很想见你的。我叫孔向森。鲍队长给我捎了一封信，本来这封信是让道无锡送来的，幸亏是你。信上写的是补给品的事情，可村里的补给品是由村长管理的，这信得先让村长看看。不过，村长刚才和范建去了枯井，那里面尽是些冲脚团，无论我怎么劝，他都不听。村长肯定是深知肩上的重担才这么做的，太了不起了。可这去的时间也太久了，你如果没事，能去枯井那边看看吗？村长说了，不让我们去那里的。我要给村长留下个好印象。说你是洪门弟子，我倒要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我在枯井深处等你，如果你真是洪门弟子，没有不来的道理吧。见过受伤的郭七了吗？要是我再年轻个十岁，肯定去帮他报仇。郭七是我一个老友的儿子，从小就跟我很亲热，还叫我叔叔叔叔的。我虽然老了，但也从小闯荡江湖，长了不少见闻，所以现在专门负责仔细观察岗哨的情况，也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。我看了一下郭七的伤口，很可能他是中了冲脚团常用的毒。我已经在竹林村医馆那里预定了解毒药，但还是得提前做点应急措施才行。正好这附近有不少丛林龇牙犬，你去那种药草虽然带有毒性，但只要有中和剂就没事。平南舰队哨兵和巡哨身上就带着中和剂，他们也怕自己中毒，所以随身带着中和剂。最后还需要有香草网兜，那个就在竹林卫岗哨附近的帐篷下面，应该很好找的。只要有了这三样东西，我们就可以给他做应急措施了。你抓紧时间吧，快一点吧。啊，我担心的事情终于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以前好像没收到了新信件哦。难道我的美貌，请在任务快捷栏中点击标题。你的运气可真够好的，要是稍微来晚点，可就见不到我的花容月貌了。刚刚我看到平南舰队侦察兵在岗哨前面徘徊，好像是意图刺探这里的情报，我连忙把他赶走了。可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原本我每次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都会蒙面，但这次我却忘了露出了我的真实面目。哎呦哎呦，
那家伙看到我之后大吃一惊，然后一路逃到森林里。要是整个冲脚团都知道了我的美貌，趁敌人还没来，一定要找到那个侦察兵，不能让冲脚团知道我的美貌。我也跟其他竹林卫说了，可是他们好像都不相信我似的。那个看见我的侦察兵肯定会写一份报告描述我的美丽，你一定要把他抢过来。我现在寝食难安，要是皮肤因此变得粗糙的话，那一定会成为所有倾慕我的人的悲剧。太过美丽也是个麻烦事儿啊。你是道队长的同门对吧？久仰大名，今天能见到你实在太高兴了。恒志想加入竹林卫，那家伙身子骨太弱了，不过那不重要，现在出了一桩大事。根据我们这边侦察兵的报告，附近枯井里聚集着平南舰队的残党，他们肯定是想养足了精神再来袭击村庄。我早就想冲过去把他们全部干掉，无奈听说有一个叫林下士的家伙正在带领着残党，为了知道他们的阴谋，必须要找到他身上的行动计划书。你现在深受队长信任，这件事交给你最适合了。怎么样，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吗？哦，真痛快。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，枯井中石灯飞龙留下的残骸可以用作攻击的武器。真聪明，那你出发吧，我相信你能完成任务。把石灯飞龙扔出去看看吧。你说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是道队长让你来的呀？谢谢了，一路辛苦了，也难为你找到这里来。是我让孔相森担心了，为了我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人，下次得好好谢谢他。你这家伙管得还真宽呢。其实啊，我为了击退冲脚团正在秘密筹划。根据我收到的情报，我们村里潜伏着冲脚团的间谍，要是我的计划泄露到间谍那里去，这所有的一切都得玩完。不过我看我还是得先回去一次，免得让大家担心。你去忙你的吧。
得新的任务道具。收到了新信件哦，请在任务快捷栏中点击标题。听说有人冒充洪门弟子，原来是你呀、啊。就把我忘了。等等，在这之前，让我们先把这些碍事的家伙干掉吧。竟然一直追到这里，真像苍蝇一样。讨厌的家伙们，竟然一路追到这里。现在我来传授你武功。切，这些幻魔居然还敢来送死，正好我们就拿他们当沙包好了。只有快速的攻击才能给魔影幻鬼造成伤害，快使用追风剑。使用追风剑消灭魔影幻鬼。你可能也发现了，这修炼之物一旦进来，就不能照原路返回。你出去的时候必须搭乘龙脉，一乘上龙脉就会立刻出去。如果你在副本里有没做完的事，最好先处理完再进入修炼之物，记住喽。
收到了新信件哦，请在任务快捷栏中点击标题。你没有权限这么做。你没有权限这么做。回来了，村长已经回村子里去了，反倒是你迟迟不回，让我有点担心。对了，道无锡和南素柔也来了，他们好像有事要找你。你去见见他们，然后催他们回村子里去吧。是吗？说实话，我真的很不喜欢南素柔在这种地方进进出出的。这里可是岗哨，竹灵卫和冲脚团之间难免有些冲突，像素柔这种一点功夫都没有的弱女子，谁能保证不会出事呢？你说对不对？有一次我想一探究竟，看看素柔来这儿到底是要干什么，发现她在往外飞鸽传书，一打冲脚团在竹灵村的内鬼队长那里，你也要保密啊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都等得不耐烦了。你现在得去一趟月影墓地的焚尸岗，那里有个叫姚明的竹灵卫，别怕不认识，一脸白痴相的那个就是。见面后你就跟他说是我派你去的，不对，就说是道队长派你去的，知道了吗？哎，真是，村长说你这个人爱管闲事，看来还真是，你只要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只要照着我说的去做就行了。少侠，太对不起了，我替无锡大哥向您赔不是。其实大哥这几天一直在缠着天风叔叔给他安排重要的任务，叔叔拗不过他，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去月影墓地帮忙做一件重，但是他听到月影墓地这几个字后，就突然急急忙忙地跑来了这里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就跟来看了看，他果然是把这任务推给您了。叔叔要是知道此事，事已至此，我也没什么办法，您能帮帮忙吗？拜托您了。具体是什么任务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但我依稀记得大哥说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如果不派人到月影墓地会有大麻烦的。焚尸岗就在岗哨的南面，请大家小心。最近我听到了一个奇怪的传闻。最近有传闻说，守墓人在王者森林南部边境看见了一桩怪事。前几天几个黑龙寨和冲脚团的人在那里碰了头。要是放在平时，他们一见面肯定会拳头相向，可这次他们好像只悄悄地交谈了几句就各自离开了。这件事实在太奇，焚尸岗里有个竹灵卫叫少鹏，应该对此事有些了解，可我不能擅离职守，还请少侠跑一趟查明这个传闻的真相吧。去找竹灵卫少鹏吧。
去！你是谁？我现在忙得很，想要紧的话说。啊，终于来了！哼，居然派了你这么一个外人来，那说明队长也相信我们中有内鬼。我什么时候说过内鬼？你应该是听错了。先不提这一茬，有件事需要你的帮忙。不过，在我失去意识之前，我看见那个阴险的守墓人殷少智从我眼前逃走。那殷少智肯定是看到了凶手的样子，我千方百计地想让那家伙开口，但他却想用这份情报来讹我。要让那家伙开口，意思一下是免不了的。其实我知道他想要我干什么，但我是绝不会去做的。你还是去和殷少智见一面，了解一下详情吧。要是按照我的性子，真想一把揪掉他的胡子。看在队长的面子上，我才忍了。到时候，这话也得烧给他听。这些可都是你自愿的。奇怪的传闻，这消息传得这么快。其实我听了这个传闻之后，也是觉得放心不下，所以去调查了一下冲脚团和黑龙寨。结果我发现最近这两个帮派都不太打架了，照以前他们非得决出个你死我活不可。我现在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，等我理清头绪了，就给莫言道捎封信过去吧。没有人愿意加入我们吗？收到了新信件哦，请在任务快捷栏中点击标题。赶紧过来，刚刚我看见你和姚明在说话，他肯定是害怕了。对，总之，如果你想要知道是谁偷走了竹灵卫的物品，你就必须要答应我的请求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要将那些在墓地周围晃荡的嗜血灵妖扔进焚化炉烧掉就可以了。我是个守墓人，不知情的人肯定会说我靠焚烧尸体赚钱什么的，但我是个有节操的人。我觉得自己这份工作虽说单调，但同样也是在帮助让他们的灵魂在冥界获得安息。但偏偏有嗜血灵妖这种不学好、死了也不安心、一直在现实中游荡的另类。这件事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理，请你将他们消灭后，把尸体扔进这里或焚尸港西边的焚化炉里烧掉。怎么样啊？小心不要被火烧着了。
行动计划书，平安舰队的幸存者们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根据竹林卫内鬼的消息，由于上次在和我们的战斗中受到重创，他们的巡查人员大幅减少了。现在正是我们袭击竹林村的最佳时机，所有幸存者都要聚集到枯井，准备袭击。收到了新信件哦，请在任务快捷栏中点击标题。我们收到小四海队长指令的那一天夜里，我们就在那里会合。平南舰队行动队队长林下士。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嗜血灵妖，也没有见过被施了此等咒术的嗜血灵妖。我们得知道这些嗜血灵妖被施的是什么咒术，但这个很难。我看你对这件事挺感兴趣的，刚好可以让你帮帮忙。能麻烦你去将粘在嗜血灵妖额头上的黄符摘几张给我吗？只要研究这些护符，就能了解这些咒术的性质了。只要知道这些咒术的性质，说不定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了。就是贴在他们额头上的黄符，不要忘了。
这里也可以焚烧灵妖哦。这里也可以焚烧灵妖哦。这里也可以焚烧灵妖哦。已经按照约定帮我处理了嗜血灵妖，我也会告诉你我所看到的事情。那天攻击竹灵卫并抢走他们东西的人，正是黑龙寨的山贼。请你去转告那个叫姚敏。还有别的问题吗？事儿办完了就赶紧过来嘛。刚才我看你一趟一趟的把灵妖搬过来，真心佩服你的勇气。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这样的勇气。好吧，殷少智那家伙开口了。黑龙寨，黑龙寨不就是在王者森林北部的那伙绿林大盗吗？森林营地的治安管理到底是怎么做的？哎，值得欣慰的是，我们已经查出了凶手，还账的时候到了。你就沿着这条路去王者森林东北部的森林营地吧，那里有个叫史峰的竹灵卫，他也在调查此事。对了，队长特别吩咐要探索的不在去掌握。